还没一回到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，就遇到个他完全陌生的蔡素芬。他不知道这个家又发生了什么情况。进来吧。哎，东西放里面就行。那女的谁啊？我不认识。不认识？咱屋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啊，那你叫蔡姨就行了啊。白嫂子是你爸给你找的新后妈。滚！喂，八成在外头干活呢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